那头发是不是每次都结呢？啊，来粘粘，好，粘枝。例如，啊，粘枝是什么呢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哦，这叫粘枝哦。啊，我属子，啊，你是老鼠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头发后面是不是像老鼠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啊。那我的粘枝是寅。 大家也许忘记没关系，我告诉你要寅泽木也，五行代表木，哎，我的命啊有一点水哦，好、哦，那你的头发比较容易长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的命没有水哦，没有这个生的，拉下去长的，长的这是老祖宗教的啊，不是我讲的啊，懂吗？那。 我们能不能够有？我是不可以这么讲的哦，但我这样讲啊，是为了大家学习哈、哦，不要怪我哈、哦，也不要放在心上哈、哦，讲了就算了哈、哦。老鼠是子对吗？午是卯对吗？子和午相冲，老鼠和马相冲对不对？对。记住不对哈、哦，不过我们暂时说对，对是。 凡人所说的没交学费的那些，啊，我的太太就跟我冲了，啊，冲到抱到紧紧，啊，天天就在楼下等着我，哎，回来了，哦，在哪？帮我拿行李啊，不是行李了，啊，back啊，啊，其实是要看有没有长头发，是不是？所以相冲对不对？啊，有相冲哈、哦，所以记住哈、哦，子和午有相冲，这是初学了啊。 我赞成你们这样，因为你们还在初学哈，以后老不，以后到了高级不可以这么讲了哈。OK， 好，记住，等一下我要讲东西了哈。我们就说他是子年出生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子年出生啊，好。那子老师说过是水，子是好像很大的水，那水的话。 那这个人属老鼠的人啊，通常什么做生意的较多，可以做一点生意。当然，你这个老鼠是不是常常遇到猫的老鼠，就不知道就算过了。但是一个字八字我不看，我看一个字而已哦。老鼠哈，做生意不错，可以这么讲啊。但不可以叫全部的老鼠，全部老鼠去做生意，不可以啦，不可以啦，这大概啦啊，大概啊，好，注意哦。 月干就是在中半，啊，月支，啊，月干月支，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记住哦，年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？如果有看《正觉万年历》的话，就知道是我们的阿公，对不对 ？Grandfather， 这个是阿妈 ，Grandmother， 对不对？ 啊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爸爸 ，father 没有 grand 了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妈妈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啊，母亲生子之后啊，这个部位啊，都是酸软的，都是辛苦的，啊，明白吗？所以父精。 不在母体中啊，母亲不能得孕啊，知道吗？那么女孩子要怎么样才能够啊受到这个胎记啊这个胎孕，然后才能生孩子呢？你的肚脐要保护得好啊，肚脐要保护得很好啊，不要每次穿那个看得到那个肚脐的那种衣服哈、啊，好吗？少一块的那种肉，少一块的布的那种。 有可能便宜一点的、啊，那月支代表母亲啦，母亲的背骨呢为生子而伤也，啊，母亲是伟大的啊。那么哎，月还记得五月是几月吗？五月几月啊？哦，五月就是五月哦，最容易记得是不是？所以老师所讲的每句话都不是废话。
刚才所告诉你们的五官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现在全部都用到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除了咳嗽你不要当真，其余的你要注意听。所以五，我是五月出生，属老鼠，对不对？就是叫做子年五月，知道吗？子午是不是相冲？肯定它这里到这里有问题，常常背会酸痛啊。这是年支这边哦，这边哦，年支哦，这边你应该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我们先谈年支，因为你们常常接触老鼠和牛相啊，老鼠和马相冲这些，所以一谈就懂了。这边呢，以后我再教你啊，以后再教你。所以女人会有乳癌，很容易推酸啊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保险，真的买保险。啊，那么还记得老师说过日代表谁吗？自己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日，日干八字嘛，你看二四六了嘛哈，日干，日的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跟辛壬癸，是代表自己，也就是这个部位是最重要的，代表自己，不管男女。那个叫命根啊，所以子平老祖宗说年，这个日啊，代表自己，有道理的啊。那么日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的另一半啊，这里是代表我们的另一半，知道吗？好，明白哈。那么夫妻啊。男的夫妻啊，男的 老公和老婆两个人结合而生孩子，都要靠这个部位，那也就是夫妻。那这个部位出了问题，还会有孩子吗？哦，那就难了。我不知道啊，啊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每次我教到这一课啊，我心里面啊流泪啊，心啊，为什么？太厉害了。三千年的智慧，爱死他啊！所以你们要爱死我。OK， 十，为什么有些人老来坐轮椅啊？啊，食无力也啊，食有冲没有力，所以就会这样，明白吗？从你们的眼中，我只能感应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可以 bring 给我们吗？老知道不用再唱什么戏啊！等到上完全部的十二堂课，我就会给你们。啊，每一堂课真的都不一样。六月的课是最受欢迎的，因为六月的课慢，很慢，所以你们现在这样子学了，基础都打得很好。啊，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会教五行相生相克。啊，下个星期我们就会教这个。啊，第一天不能发问问题，因为问的十句都是废话。什么样的人最让我钦佩呢？就是回到家我所教的，他复习多一点，了不起了。那到底要复习什么呢？常常骂孩子哦，读，快点读哈！今天就是你们了。回到家要多练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要背得熟准确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加多。